地铁站啦，由酒店过嚟都唔使五分钟。Model 港经嘅酒店系去年四月先至开幕嘅 Rise Hotel， 属于万豪旗下嘅 Autograph Collection。服务质素有保证之余，设计亦都相当型格。选址宏大，其中一个卖点咧就系、是、位置够晒就脚，非常之方便。重点咧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位置够方便，就等我哋实施下由酒店行去地铁站。转个弯咧，呢度就系宏大同埋山嘅大街啦。再带大家睇埋基本房 Creator Room， 上网 check 咗一月份嘅房价，最平一晚11,000左右。而我今晚住嘅呢间 Editor Room 就比 Creator Room 只系贵200-300啫，但系就大好多啦。房入边嘅设计精致时尚，住落亦都相当舒服。除了提供基本的住宿用品，还有 handy phone， 出了酒店玩都可以用手机打电话和上网。我很喜欢这间房的 design 和混色通，因为比我平时住的商务酒店的设计型很多。房里面的浴室是用了干湿分离设计，除了提供基本的沐浴用品，还好贴心送埋面膜。至于酒店餐厅就位于四楼，被选为2019年米芝莲推介餐厅之一。半自助的早餐选择都很多，自点的早餐 set 亦都很好味。来到首尔旅游，不妨试下这间咁高质的酒店啦。